好，现在是游戏时间，大家现在有要什么游戏吗？哇你要玩什么游戏呢？有什么游戏？什么都可以，你们自己决定。厨房游戏。好，那你们请到后面玩。妈妈，妈妈姐姐，玩球了，玩球了，玩小木屋都要重。运动游戏。好，运动呗，有奖，有那个，帽子。我后面有个帽子。李维他们的帽子。抢给他。还给他！哇！这里看，哇！超级棒！超级棒！球快给我，球快给我！从小声！啊！在尖叫的文静的大人们，对，我们是好委屈的大人，一切都十分的委屈。